好，我叫咪咪，我是一个特别的女学生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上日暮里国际学校，今年上九年级，15岁了。我有一个故事要你们分享，但是这是我的秘密，你可以保守我的秘密吗？好，我很信任你。有一天，朋友和我去公园散步。我们常常在放学的时候去那里。这个公园不太大，旁边有一条马路，这条马路有不太多的车。那一天是我很不幸的一天。我正在走路的时候，有一辆车向着我们开来。我的朋友吓了一跳，他尖声叫了起来和跳了起来。为什么我是一个特别的女学生？因为我有小警能力。我马上飞了起来，我可以闪避车子，但是我下去地面时，我的腿骨折了，朋友送我去了诊所。因为我有超级能力，护士告诉我要在家休息2天就会好的。好，那是我的秘密。可是你想要知道另一个更大的秘密吗？我其实没有超级能力，那不是一个意外事故，那只是我的想象和你的想象力。猜猜看，那辆车是一辆玩具车。